我话是讲啊，差不多啊。啊，不过雅慧的还袂讲。这代志雅慧知影就好，你是爱伊讲啥啦？伊已经听到一个做妈妈的心内话啊。那呢，伊嘛应该有一个态度出来。雅慧，我问你，你继续安尼甲志贤交往，敢好？妈，拜托的，请你莫干涉我的感情，好不好？我即马是趁大家拢伫个，甲问题提出来讲。我若真正要插手干涉，唔是安尼处理的。雅慧，你凭良心讲看卖啊！我甲志贤做伙，只是拖累伊。你是不是去往找麻烦？无啊。两边手互牵的程度差不多。甲人去脚动手就是安尼，你讲唔讲那是冤？志贤，雅慧的话很唔对啊，你是不是应该把代志拢讲给伊知？妈，哦，医生，你带我们来这做啥？是我叫伊山寨我来的。总经理失礼啦，你唔要甲伊回失礼，这是伊家己代志无处理好势。妈，我阿姆，志贤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我人拢已经来到这啊，你受伤的代志，敢要搁发到阮妈？你甲雅慧讲啊。甲我拍着伤的人是陈瑞树啊。伊哪会对你去脚动手？我某甲陈恩已经处理好，伊嘛答应讲袂过来找麻烦啊。那知影讲伊敢要讲啊？伊无摕到好处，还感觉下面子，唔甘我们这都来怕我。你哪拢无跟我讲啊？就算我伊跟你讲，你又该会当安怎？替伊抹油啊，安慰伊，还是跟伊做伙温暖伊妈妈？妈，我来跟雅慧讲话。好佳哉，医生有赶较到，啊，若无伊即摆伤有活动，还佫唔知咧。我生气的是啥物咧？伊明明就重伤啊！还阁想要维护你？哎呦，妈，你即马讲这是要创啥？你唔是讲你爱雅慧，那呢？要将你对伊的付出讲予伊知啊！雅慧，卡叔之前维护你是有理的，那呢我袂讲啥物，因为咱做人做代志，就是对事唔通对人。啊，不过即马为着你，已经无法多做正确的判断啊。我是志贤的妈妈，我无希望伊的事业去用影响，去用拖累着。我嘛无希望伊身体用拍到安尼受伤。志贤，是的。你莫安尼讲啦。我阿妈今日是倒来。我话是讲啊，差不多啊。啊，不过雅慧的还袂讲。这代志雅慧知影就好，你是爱伊讲啥啦？伊已经听到一个做妈妈的心内话啊。那呢，伊嘛应该有一个态度出来。雅慧，我问你，你继续安尼甲志贤交往，敢好？妈，拜托的，请你莫干涉我的感情，好不好？我即马是趁大家拢伫的，甲问题提出来讲。我若真正要插手干涉，唔是安尼处理的。雅慧，你凭良心讲看卖啊！我甲志贤做伙，只是拖累伊。那安尼，你都爱有怕死，因为你即马毋是啥物拢毋知影，袂当阁结哄哄啊。我嘛希望讲你毋通阁妄望志贤会当解决你爸爸的问题。我从来毋安尼想过，我知影你无，所以我希望讲咱以后嘛有啥物误会。破坏你在我心目中的印象，俺不是一贯要求门当户对的人，我嘛袂因为别人的出身就看人袂起。俺不过我希望我家己的后生出入会当平安，烦恼应该烦恼的代志。你嘛是一个真优秀的查某囡仔，我相信你会当体谅一个做事大的心情。我知影。你知影就好，我嘛无想要叫了你上班。
那安尼咱来等。